现在都2022年了，不要打仗好不好？人民都想要平平安安的过生活。要不打仗要打什么？啊，打嘴炮啊，打炮啊，又要和平啊。你的立场是独派统派的立场，因为你是不折不扣的统派。对，因为你说台湾应该回归祖国荷兰。对，回归祖国荷兰，我们要郑成功，为什么要把荷兰人赶走？郑成功是无辜的啦。他把荷兰人赶走啊，太坏了，不成功。所以你们蜜月地点之后就是在荷兰嘛，对不对？希望希望可以去荷兰，或者泰国也不错啊，泰国也全面合法了。哦，对啊。哦。耶。如果你现在的祖国是荷兰的话，就什么大麻就这样。就合法啦，然后红灯区也合法啦，对不对？犯罪率就下降，根本没人。红灯区合法还没落地，还没落地，没有市场敢落地。从中央好像秀出跟你合照，耶、就是！你是有想要选立法委员还是议员啊？其实我是蛮想选议员，因为我一直在提这个话题，可是好像只能当上议员才能把这个议题。可是好像立法委员才比较可以修法。那就慢慢，所以你要不要拼修？就是先拼议员，然后再慢慢的拼立法委员。喂，那林长佐会很担心耶，因为你不是要在中正万华区选吗？对啊，同个区啊。哦，现在先去当兵了。因为啊，你一直在支持大麻合法化嘛，推动台湾大麻合法，然后你说啊是他们是呼麻，那跟呼麻有关吗？也是，看你怎么解读都有关，对啊，就是你。那个感觉就是你心中所有想要说的话，然后很肯定的说出来，对，然后就是整个宇宙都赞同的意思。因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家庭长大，可是常常教会都要讲阿门阿门，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假，那我就不如把哈利路亚跟阿门串合在一起变成他们，对，然后变成是年轻人之间的用语这样。酝酿多久了专辑啊？其实也酝酿快一年嘞。对啊，而且这张我超喜欢的，因为是我唯一一张专辑没有打我的脸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的那种操作模式都是偶像模式，有没有？就是要卖脸，卖很帅啊，拍很帅的照片。现在不卖脸，卖什么？现在卖身。卖身。卖音乐，卖作品，卖想法。那是他们宝宝。那是哈，就是大麻宝宝吗？对啊，大麻宝宝啊。因为看起来有点像高丽菜这样。宣传一下你的演唱会吧，3月12号不是有一个在大直？3月12号在大直，对 ，ATT Show Bus。演唱会嘉宾的人是谁啊？目前，燕威，王燕威，然后陈燕宇。哦，固定客。哦，固定客，哦，上次台中那固定客。对对对对。他没有齐景月。没有，他本来有想要跟我们一起，后来就因为太多人了。哦，对啊，你就是没有排到他这样，你刚刚没有排到，不会突然变成彩蛋惊喜现身吧？哎，看看不一定。喂，这是你的海报的演唱会？对啊，海报看一下，超大张的。哎，怎么感觉海报比较瘦？喂，拍的那天比较瘦。啊，了解。好了，谢谢。阿里嘎多。OK， 那希望不要太早那个啦，不要太早离婚。不会啦。对啊，我们还是都幸福幸福，我们还是都一起工作，对啊。你觉得自己是真的这么渣吗？我真的觉得我是渣男哎、欸，渣男哎、欸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就很不由得讲，不隐藏。那你曾经就是放话说你要娶像耶稣一样娶12个使徒，13个也 OK， 13是撒旦的数字。哈哈哈哈哈！同意吧？沉香，你同意吗？他是第13个这样，对。啊，是啊。你有想过你是不是不适合婚姻啊？我真的觉得我不太适合婚姻哎。对啊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崇尚自由的人。对啊。可是我是你证婚人，你会不会到时候要去见证那个离婚手续？不会，除非到时候蹦出一个小孩，我应该就会被我的世界都是小孩。想当爸爸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当爸爸我的心态又会不一样，可能没有当爸爸之前就是还是一样，跟年轻一样。你觉得会不会怕说就是小孩未来变成一个小阿扣一样，就像你这样子常常惹就是捣蛋啊，一定比我更会惹事啊。啊，因为我会跟他讲说，老爸以前都走过了，你要遇到什么我都可以 handle 这样。比如说我说有点生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会怕以后老女儿以后遇到像你这样这么崇尚自由的男子？一定会遇到啊，这是报应啊。没有，你看陈冠希，对不对？
结果还是生了一个女儿，对不对？很花的人最后都会生女儿，我觉得像你一样。那我是说，你有想要考虑过开放式的关系吗？有，我们有正在协调中，尝试中。哦，真的，试试看这样。试试看，对。可是那刚好老婆在旁边，有这么大气吗？是真的可以让？有啊，OK 啊，他 OK 啊。因为上次就是上前几个礼拜，不是有一次齐小姐的事情？对对对。那他可能说：“哎呀，莉亚不是说给你很多开放空间，怎么就？”不会啊，他应该是。他就算有开放空间，他应该是会看人的、啊哦，看人的、啊，看人，就是他心也要很善良，对，对，不要乱找，对，喂，不然会出事。那你觉得你的婚姻撑得过一年吗？我觉得可以一年啊，现在已经11个月啊，喂，还剩一个月啊，这一个月应该不会怎样吧？不会怎么样、啊。我怕晚上突然接到丽卡的电话，会看你一些什么书？不会、啊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这样。但其实我们吵架也没有那种很激烈，就是跑吵我吵，大庭老师也没有这样，对，就是很成熟的讲、啊。我们很熟，但我只很怕说你不会是个家暴男吧？虽然你个性很直来直往，因为你之前在前几天你就说你在直播还是写，你就说你要回家修理莉亚。那刚莉亚有跟我讲说你们的修理是另外一种，对，另外一种修理。那可以跟我们讲你怎么修理他吗？要跟你讲是不是？一定要跟你讲是不是？怎么修理、啊？他说就是在床上修理，在床上修理，对对对对。哦、oh. ，你怎么修理你老婆，我就怎么修理。你剛剛是一个很纯洁的这样，对对对。OK OK。你有一首洗脑歌，有一首洗脑歌叫做《抱歉我是渣男》。耶。你上面写说，那你可以清唱吗？可以啊，打歌一下。来啊。抱歉，我是个渣男，是个毒虫，是个垃圾，但是你会唱我的歌，夜深人静听着被洗脑的情歌，承认吧，心会酸酸的。Yeah, 其实我是唱给上帝听的啦。有没有那个最后面要看你决定你能上天堂下地狱，会有审判，有没有？然后对我上地狱之前，然后我就唱这首歌。我觉得撒旦会带我上天堂。然后撒旦会说：“哎，上帝，这个人还是你留着比较好，他可以帮你卷烟。”就撒旦也受不了你，对，受不了我，对。